好，如果你想要用 3D 水印来做印章，您可以像这样子哦，找到这个线上服务，哎，连线中，会被挡掉吗？应该是不会吧。好，我们这个网站打开之后，现在速度比较慢哦，那是没关系，就是你可以在上面直接去选择，有没有？有一些跟印章比较相关的字体，那你有不同的样式，那你就把你要的文章打进去就好了，它就可以帮你产生图片。那你应该知道，3D 设计就敲敲敲敲敲敲敲，是不是就好了？这是一种方法。那另外一种就是，其实你也可以搭配我们自己台湾的服务喽。哪一个呢？你来看一下，在这里，这边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今天。我看一下，在字体部分哦，来，你往下走，往下走。字体我没有办法。好，刚刚没有加在 OneNote 里面，但是没关系哦，我从这边教学总整理这里，我有一系列文章是在介绍免费中文的。好，从这个地方点进来。好，找到的就是第一个全字库。全字库这个呢，其实也很不错。啊，也很不错的一个，有没有历代的书法字体？因为你刚刚用那个是做印章的嘛，但是你不一定要用它，你也可以来这边找。那全字库这个网站，它原本不是要拿来给你做印章的，是跟我们的户政有关系啦。因为大家是不是有太多自己造字的问题？哎，所以说它主要是那一个，但是呢，它上面有提供这种字体，啊，提供字体哦，所以我。待会呢，就从这边进来。它现在有2个网站，好，一个是新的，一个是旧的，哈。那我们从这个地方，我们要的就是它历代书法名家这个，好，历代书法名家。好，那么您进来之后呢，到它的官方网站，好，把它点一下。这个是全字库新版本的，你可以直接在上面最上面这个地方打上你要找的，但是记得一次只能查一个字，这是它的缺点。新版以前旧版本，有人帮他写一个外挂，就是我可以一次查多个字，但是新版本现在不能用，好，所以没办法，你就来一下吧。今年是什么年？猪年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找猪吧，找猪来作伴。哎，那个啊，科博馆有展那个猪的呢，猪的特展呢，你就按一下 Enter 就可以了。有没有找到猪了？好，就是你在这边。查你要查的字，按个键盘上的 Enter，它就帮你查。那这里是它提供给字体，我们不要看这边，我们要看的是下面，在下面有没有看到这里有所谓的《说文解字》跟《山西堂》？就你把画面查完了之后，你卷到最下面去，好，卷到最下面去，就会看到《说文解字》没有问题，只有许慎嘛。那么《山西堂》有没有很多？因为写猪的不多。写猪的不多，只有这几位哈，所以我就先写全部，好，全部，我顺便把说文解字也秀出来，按一下，有没有？这样就有4个可以用。好，那你看呢？这边你要哪一个？比如说这是篆书的，对不对？你把它点一下，有没有发现我们在下面这里有3个可以选择？对，就是这里。第一个没有问题，大家都看过嘛，PNG 这是一般的图片格式，可是它的 PNG 是没有怎么样，没有区别的。那么 EPS 跟 WMV 都是向量格式，都是向量格式。EPS 大家比较少就会用到，但是 WMV 各位一定用过，在哪里用过？Office 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做美工图库？因为 WMF 跟 EMF 是微软 Windows 内建的什么向量格式，所以你可以下载这个向量的都是区别哦，你了解吗？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把它下载下来。好，那下载下来之后怎么看？你看哦，你就拿到 Office 里面或 LibreOffice 都可以。像我个人现在电脑里面已经没有装那个，就是微软的 Office，我就用 LibreOffice，有一样的功能哦。我就随便打开一个，啊，我应该要开像那个简报的哦，这边，老师现在学校有的有 Office，但是有的应该没有了吧，对不对？还是大家都有？
都没有关系，反正都有。那如果我用 Office 的，我也给老师看一下 PowerPoint， 我打开，我们就挑一个范本建立。您看一下我刚刚下载的这个 WMF 在这里，你看我丢进来有没有去背的？没错吧？好，所以呢，如果你用 Web Office， 你就按右键把它另存，有没有另存成图片？这个时候存成的 PNG 就是叫做这个可稀释的什么网页图片格式，就叫做 PNG。你存成这个格式，它就帮你去背好了，这样清楚了。好，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拿来用，存成这个 PNG 放到桌面上储存。那如果我用的是这个，也是一样，我把我下载的丢进来，虽然我这里没有背景颜色，但是其实它一样，你也是按右键，有没有发现有个储存？你经过这个动作就可以把向量的格式储存成什么 PNG 透明的格式，这个我就变图片二。好，这个图片二，好的，确定 OK。 那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回到这里来，图片二把它丢进来看一下，哎，糟糕，图片二没有去背。好，那你只要转换好了，是不是就可以拿进去里面我们的 3D Slash， 可不可以在里面敲敲敲了？对，事实上没有也可以啦，没有你放进去它一样，因为我们这是黑白而已，所以你要敲也相对容易。好，不管是用阳科或阴科就相对比较简单，只是说全智库它目前最大的缺点就是一次一个字而已。好，那当然你如果搭配这个，请问行不行？也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真的就没有去备好的，没关系，图片三打开，因为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物品，它一样可以。哇，糟糕，这样去不出来，好吧？这个去不出来哈，那没办法，没办法。二，他不认得，好吧？